张律师，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结束这段婚姻呢？两月离婚那很容易。不可能，我太太她不可能答应跟我离婚的。那就要向法院申请判决离婚了，可以吗？根据民法第1052条第三项之规定，夫妻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者，得向法院申请离婚。他有虐待你吗？身体上自然是没有了，可是精神上不堪其扰。你这样说就很抽象，因为法律有明文规定，虐待的程度有客观的标准，不能以主观之见解任意申请与他方离婚，这是法院的判例。什么是主观，什么是客观呢？如果他是疯子，他是神经病啊。可以。可以。只要你有事件可以举证，在警局里有备案，或者有他就医3年以上不育之病例，你有吗？如果没有，就判例的经验，你是不可能申请上诉的。他精神失常，疑神疑鬼，惯用自杀来威胁我跟我的家人呐、啊，这也不算虐待，我也必须要忍受。王先生，所谓重大不治，首先你要有他就医的记录，法律是讲究证据的，不能单凭你说他是神经病，他就是神经病啊。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我是他家属，难道没有权利看病历吗？这是规定，精神科的病历是不可以随意调阅的，因为院方要保护病人的隐私，甚至警方要调阅都要经过公文申请的，所以家属也不能了解，这必须由医生来说明，您是无权获得原始资料的。可是我要离婚呢、啊、我要离婚了、啊、我要离婚了、啊、我连他的病历都拿不到，我如何证明他有神经病呢？必要的时候可以请主治医师开具证明的，可是一般医生不会为了离婚去开具这种证明，更何况他没有长期就诊的记录，你叫医生怎么开呢？明明是疯子，我们却对他莫可奈何，再这样下去不是他疯了，是我先疯了。嘉凡，这还不叫做虐待啊，这还不能构成虐待的条件啊，这是，那怎么办呢？叫他来杀我啊！加班，逼他来杀我好了，好不好？逼他来杀我。加班，姐，律师有说过，夫妻是一方有意图要杀害他方者，可以申请离婚的。律师有说过的，用什么方法逼他来杀我？让他来杀我！让他来杀我！加班，他是什么方法让他来杀我啊？你不要成疯了好不好？不要杀我！你不要这个样子，加班，加班。就算我疯了，他也不会答应跟我离婚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好好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我马上过去。嘉凡，妈，嘉凡，谁的电话？是不是又出什么事了？啊？小春从医院跑掉了。啊？跑哪去了？跑哪去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院方打电话到他妈妈家里头，没人接嘛。哎呦，他该不会又去闹自杀了吧？妈，这两天我都没到医院去看他，他不会又出事了吧？这到底又闹到什么时候啊？妈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你不要紧张，你不要紧张，小春他不会有事的。我现在就到医院去吧，我一定找到他。哦，好、哦。嘉凡，嘉凡，如果找到他，对他好一点，别再刺激他了啊。嘉凡，好歹他现在还是个病人，而且名义上她也是你老婆嘛，咱们惹不起她呀。
别再出事儿了。阿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发生什么事？我雨辰姐，小琛，我来看孩子。摔下来，好痛哦，宝宝。阿德，你怎么可以带他出来呢？医院知道吗？他就一定要出来啊，他想看小孩子嘛。他这样偷偷跑出来是不行的。于珍姐，你不要一副拿他当疯子看的表情好不好？什么叫偷偷跑出来？他不是从疯人院偷跑出来，住院住了一个多月，他也很闷的啊。而且，他说他想孩子嘛。可是他的身体还没恢复，你们看见他的脸色那么苍白吗？所以我更不敢刺激他啦。他硬要出来，王家没有一个人在，我再不陪他，他真的一个人跑出来了。那万一路上再发生什么事，万一他又……有人在说我吗？小春啊，你看望孩子，要不要先回医院休息？我是说，你的脸色很不好看。雨辰姐，我祝福你，我是来谢谢你的。你真的要结婚了？我真的好高兴啊！谢谢你，雨辰姐，你真的救了我。你会幸福的，因为你这么善良。只有你是好人，小春。你看，我好傻啊！我差点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了。你婚礼什么时候举行？你要什么礼物？我送你。你让我送你们一份礼物好不好？我有钱，我可以送你们一份大礼，因为你救了我嘛。要不是你愿意结婚，我真的活不下去了，小春。幸福的，我跟嘉凡，我们也会幸福的。我们大家都解脱了。陈光宇来了吗？云生，云生，小春是不是在里面？云生。嘉凡，你跑出来干什么？我来看孩子。你要看孩子，云生可以抱到医院给你看呢。我有话跟云生姐说，我来谢谢她。她要结婚了，我干姐姐要结婚了，难道我不应该恭喜她、祝福她？这也错了吗？是错了。云生她不会结婚的，她不会嫁给陈光宇的。是吗？相信你，告诉他，小春，我不用云生告诉我，我就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，他不会跟陈光宇结婚的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，你，云生姐，你住嘴！云生，不要怕，不要受他威胁，让他们知道你不爱陈光宇的，你一辈子也不会嫁给那个人。是这样的吗？你是在骗我？他们说你是在江湖病房的床前告诉我的，在我快死的时候你亲口答应我的。顾小春，你想死是你自己的事。小春，只有在我快死的时候你才愿意这么做吗？那我其实我真的就应该死了算了。不要小春，你不要。顾小春，你再威胁他试试看，你再威胁他试试看。我没有威胁他，很痛，小春，我求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里面躺着你的儿子，你刚才不是心疼，差点看不到他吗？我求你不要这样子伤害自己，伤害大家了。
他不是我的。家也不是我的，我一无所有。本来我很感激你，结果你还是在骗我。那当初为什么要救我？让我死了不是更好？小陈，你不要逼我嫁给陈光宇好不好？是我逼你的吗？是你自己跟死神交换条件的。骗我，都是骗我。等我醒了，就全都不算数。小春，小春。小为什么这么爱他？连死都不能把你们分开吗？小珍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永远不跟贾凡见面。云生，但是我真的不能嫁给陈光宇，我会做到，我永远不跟贾凡见面。云生，你好好的活下来，我求求你。我相信你连对死人的承诺都可以轻易的忘记，我不会再相信你。小春，云生，不要担心，我会送他回医院，门窗要关好，注意自己的安全啊。